很正常，因为你没有摸到他的手，你也没摸到我的手，所以你当然不知道是谁的手在动。对，所以这个工具最好是交给家人自己能够操作，要不然你很难可以去完全相信去帮他找出来的内容，那个你就会很难确定到底是他真的意思还是别人有没有一些修正过的意思。对，所以一定要自己亲手操作，用看的看不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两个人的手都没有肌电图可以去测是谁的手在用力，谁的手在拉谁，所以用看的当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对，那刚刚大概二十分钟，我妈大概做了二十分钟，她最主要想表达的，除了你说写了两次 go home 以外，她讲些什么？你可以回顾一下，你等一下回去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我都有念出来，你试着把它拼出来，她是在拼一些句子，但有的拼到一半她后来断掉了，然后她又要讲另外一件事。里面讲到一些些是什么，我不记得那个英文整句了，因为我没有在听。我就听到 therapist。therapist 是最后一句，他说什么 ？My therapist think my thinking is dull。他意思就是他感觉治疗师觉得他的认知已经比较不好了，但是他说那是 fake。刚刚讲到最后比较这样啊，但是我不确定他讲完了没有，因为刚刚他不太舒服，我就有点问他你要不要休息，那他打了一个 Y， 那所以就让他先休息。对，这是后面那一段，前面有一点在讲回家的事，但不是很清楚他要表达什么，好像想要回家然后在家里过日子吗还是什么，这还要再确认。但他用英文拼是没有问题的，他是 OK。那注音我就决定要等一下跟他试试看，因为你说他都没有接触过吗？他没有用过注音，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去试他，因为他没有用过波波莫佛。那你跟他如果用英文类似用这样打字沟通，我可以试啊。你应该可以。对对对，那你就用英文跟他沟通好了。啊，平常他其实习惯是讲英文还是中文也说？他只是讲中文，他没有讲英文，只是他有上那个空中英语教室，他几十年来都上，都早上起来做那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书，这样。那他有在他之前状况比较好，他能写吗？书写英文？很少，他很少。对，空中英语教室的。Okay, 那中文他会书写。对，他我妈妈会。对。Okay, 因为现在很多的主要的状况是他的手不好施力了，所以如果你在帮他辅助，就是说你抓着他的时候，你看看他能不能也稍微可以摇摇晃晃的写一些中文，这是你可以，我会建议你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不可能去，就是要求他自己就写得出来。你如果帮他手扶稳一点，搞不好他可以写得很大，然后歪歪曲曲的，但至少可以写一些字出来，因为这是他原本就可以的部分嘛，他会写中文嘛，对不对？这是我的建议，因为英文看起来他也不是很顺，应该是他以前也没有那么习惯再用英文表达，没有，对，所以只能说刚刚他其实要拼的字他也没有什么错误了，他要拼的单字都还可以这样。对，那中文的部分注音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书写你们去试有困难，那可能就会建议其实可以试试看注音的部分教他一下，那其实没有到真的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因为我们试过很多老人家，其实可能以前没接触过，但是后来你跟他做一些这样的练习他是可以学会的。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教他用波波莫佛来表达吗？那个可能是你也比较熟悉的嘛，还是说 你自己平常你打字你都用什么？我都是打注音。你打注音嘛，所以如果他能用注音，你当然就一定看得懂。对，所以这还是一个，因为沟通就在两个人都要知道同一套符号系统。那当然各式各样的都可以去试。我们不会觉得说你要就是太快就觉得说哪些不可能，哪些一定可以，就是建议是开放的方式都去试。对，那不管是协助者或这个当事人，他比
较熟悉哪一套符号，我觉得都可以去试，因为这要互相练习的这样。那书写的部分，我觉得可以稍微试一下哈。因为妈妈的手，妈妈的手现在都还有在做复线，对不对？对。你还要继续帮她做嘛？哦，就是手部，因为她现在有点比较那个，就是肌肉已经有点比较萎缩嘛，哦。那这部分建议就是继续，她是左手比较是主要的，对，惯用手嘛。对。以前就是没有惯用手是右手，因为右手这边比较没力气，对，现在变成左手比较有力嘛，哦。阿姨，我们来试试看。看你能不能写一点字，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如果可以的话，你回去你跟你女儿可以稍微用类似的方式。好，来，来，那我帮你哈，试一下哈，好，加油，好，来，来，稍微看看能不能写哈。这是一个字吗？可以来我后面拍，会不会比较清楚？我再睡一次。
刚写的是我三岁曾经有学日语，可以的，是吗？可以的，记。边写一下。这边写哈，说妈妈老人不中用，是想要死，可是舍不下你们。看一下哈，他在写那些字都还蛮用力的。好，我们换个方向哈。
够波折辛苦。现在很累，很想休息了，可以？问号。先说现在，想先休息，先不要写，是不是？这已经已经好久没说了，想多说点。可以。好，他说可以换纸了，我确定在这个房间。好，等我一下。